说这里的老板放虾非常的狂，对，所以我来朝圣看看，那到底有多狂，待会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好大，这目测大概跟乡民的30公分一样大。哇！会呢，八折人帅真好，用勾耳还蛮省的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会上瘾。谁教你？阿哲带坏我。以后不用跟他买耳，以后就直接。这都没有给我钱进去。就有勾到，然后就没有。眼神死。今天不用自己解虾，心情好好哦。
这一卡又没了。有，我会消音。